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今天轮到我们宝哥去洗澡打针了。他现在的体重差不多接近30斤左右吧，好肥。看一下，30斤真不是盖的，超肥的，抱都抱不动了。现在已经来到了宠物店，都快过年了，要排队啊！再等一下，这人家的狗子正在闻我们的宝哥。宝哥心里不是很爽啊，你连小狗都怕吗？啊，还呲牙，笑死我了。天都黑喽，现在去打针吧。不行，你两个鼻子还输点钱呢，你看，超肥啊！不咬人吧？不咬人，准备打针了啊！好大年纪？大概是两三岁，真的是超肥啊！打针一点都不怕、啊。OK， 全部搞定。现在正眼领了，红本本啊！好了，现在澡也洗了，针也打了，可以回家安心过个好年了。大家伙，拜拜了哈！